早安，各位。现在5:40，天都太阳都还没出来。我今天要去那个台北，然后所以早一点起床。然后我坐7点的车，所以我还是要提早一个半小时起床。然后我昨天大失眠，我昨天原本好像11点多就躺，已经11点了，我就躺在床上，然后11点多要睡，然后结果发现就是躺着躺到快1点的时候，我还是睡不着。然后后来我又再继续翻来覆去的，鼓瑟起来一下，因为我觉得这张躺下去不是办法，然后我就起来走动一下，然后后来就赶快再继续躺回去。然后结果发现还是睡不太着，然后反正就是也在床上翻来翻去。我在推测应该大概我是2点或者是2点多的时候睡着的，所以现在5点半，大概应该睡3个小时吧，非常睡的。我等一下在车上补眠，然后我现在要赶快来弄一弄的。客运站了，然后因为刚刚来不及跟大家说我已经好要出门了，然后加上我刚刚又是骑 U-bike 很卖力的赶过来，然后终于到客运站，然后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，所以可以跟大家讲一下，然后等一下就要坐车去台北啦，那我们等会见。然后我会来这边是因为我朋友他有参加那个第3届台湾漫画节，然后他有来这边展览，所以我就想说支持他一下，来看一下他。这一支影片剪好之后，这个展览可能已经过了，但是，就是你们还是可以去支持一下，就是我朋友他的创作，他 FB 就是也是一样，会贴在他等等的介绍那边。那我们进去吧。我朋友今天是第3天，然后他现在刚刚已经走过一轮，现在还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。等我一下，我会找到。小孩到乡间生活的时候遇到一些他不能理解的事情，然后
所有的难关。然后这个故事呢，就主要是围绕这两个小男孩跟田野之间的生活为主。之所以我会去叙述这些故事，最主要是因为小时候我跟我爸一起都在田野生活，然后长大我才发现，对于田野的那一些美好的风景啊，或者是在稻田奔跑的情景，对于现在小孩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事情。所以我决定把小时候那一段童年故事，把它浓缩在现在的故事当中，让人去想象过去大家对于田野那种最单纯美好的生活。谢谢。然后我要开始展示这一次我在这里漫画节的贩售的周边商品。首先呢，如这画面所见，就是一个非常精美的资料夹。好，我把它打开来。然后里面呢，就是像标签上面写的，就是有全彩的漫画册，还有两张明信片。在创作的时候，这里面呢就可以看到我的16页漫画。我们来跟大家快速的预览一下。好，就如此，16页全彩，相当精致精美。好，接下来呢会有两张明信片。明信片的话呢，最主要是以我们封面的画面去做编排设计，相当的美丽。背面可以寄给你爱的人，还有你的家人，还有你的 family， 都是三个人都是一样的人哦。好，然后里面呢，我自己在加码再赠送了贴纸，对，全部都是限量，这次卖完我绝对不会再印喽。所以这一次活动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来支持，谢谢。然后如果要继续追踪我未来的作品的话呢，可以搜寻陈山迪，然后之后的连结呢会在这下面，还有我的 IG 也会在下面。节主题就是以英雄华人英雄为主，所以我主要这一面的主题上面刚刚讲是田野为故事核心，然后这个里面的阿成他就是守护田野的英雄。但是整本书我希望在最后面所表达的那个画面是，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。因为主角小明呢，他自己在都市的时候，他得不到生活的成就感，也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因为他是个小孩，然后念书，然后父母亲有争执，他就觉得自己很渺小。但是在田野，他就知道，哎，原来自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，所以他不一定要特别厉害，那他只要去做一些正义感的事情，他也可以成为自己心中的英雄，而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。所以是这一本书的最主要的核心目的，对。没错哦。好，所以之后呢会陆续会把剧情补充，因为我这一本主要是在讲小男孩小明的人生，但是对于阿成这个神秘的小男孩呢，未来还有更多的故事可以去发展。为什么他可以快速的穿梭在水面呢？为什么他头会这么爆呢？为什么他要戴面具呢？之后就可以知道喽。这里的风也太大了吧，然后因为我肚子有点饿，我想先去吃东西。这里就是其实还蛮多东西我要看的，所以我想说先去填饱我的肚子，然后再进来慢慢逛。其实我来台北就我大概坐快6点的车我就要回去，因为回去也是需要时间的。我们来去吃东西。我要签那家。
可是想一想，好像这边真的逛的差不多，所以应该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去华山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回到家了，现在晚上9点。那这一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支影片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有好多鸽子。